不要忘了我们的赌注。那当然，我们双狼星兄弟经营效率巅峰始发，没人能过得了我们。那是你们没遇到我翟华龙。哼，小子，你少嚣张，赢了我们再说吧。什么？好快的速度！可恶，我们可是球场上的双狼，这是我们打猎的地盘。兔子变成我们的盘中餐吧！什么？夹球起跳？这是什么怪动作？还跳这么高？原来只要玩转了这个球就行了。虽然我今天第一次踢足球，也不输你们这些校队队员。哎！我去上学啦！哎，燕，我是翟华龙，刚刚随父母的工作调动来到这个大城市，是名13岁初一的青春少年。不过，我从小受的教育可和普通孩子有点不一样。嗯，认真点。拿出真本事，老头，我怕我认真起来，你的老骨头撑不住啊！开玩笑，我身子硬了，你才小心点吧。嗨，这就是我老爸，防范他突袭是每天的日常活动。吴英教练的不错，青出于蓝。他是武功教练。不好，更难缠的来了。来，把这个吃了。这是用999味珍奇药草，经过7期49天熬制的三生态神补丸，快吃了，强身健体。我爷爷是个老中医，经常会做一些中药给我强身健体。苦。技术不错，过关。老妈是科学家，都用科学管理我的成长指数。没错，我就是在这样奇葩的家庭长大的。更奇葩的是，在这几个月之前，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，我都是在山里长大的。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中学生了，终于可以回到城市里来生活了，我真是太兴奋了，不用再在农村练功了。我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生活了。嘿嘿，玩游戏，谈恋爱，这些都是我羡慕已久的正常生活啊！精英中学，我翟华龙来啦！啊，这学校也太大了，有点迷路了。报到第一天，我们班在哪儿啊？哎，你是一年级的新生吧？我们是二年级的师哥。一个小女生到足球场来干什么呀？找人吗？跟我们一起玩吧。请放开。瞧不起人吗？我们可是精英中学校队的明星，正选首发双狼星。你们咱们学校可是足球名校，光球队的替补就有100多人。请放手，我不喜欢足球。怎么可能，踢球多帅啊。怎么样，我的球技很炫目吧？哇，裙摆飞扬。怎么样，我们很厉害吧？全拼了！喂，把球传回来。来吧，跟我们去玩。
别不好意思嘛，走吧。哎，住手！他说了，让你放开他。什么？女孩子是要尊重的。而且你妈没教过你要说对不起吗？哼，懒得理会你，跑我瞧！可恶，臭小子，把球还来！你小子好像有两把刷子，竟然笨我！学校不允许暴力，有本事你用足球赢过我们。没错，足球，没问题啊。听说有人要挑战足球队的双狼星呀、啊！哇，哪个不要命的这么大胆？都是因为我，没关系吧？一球定输赢，谁先把球射进球门谁就赢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就向他道歉，并且不可以再欺负同学。哼，赢了再说吧。先下手为强。哎，啊，你小子犯规干什么？犯规？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明白足球的规则吗？足球的规则吗？嗯，哈，不对，这是篮球。嘿，这是橄榄球。足球是不能用手碰的。不能用手碰。对，知道了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那一定是这样。你这个土包子，完全不懂足球啊。你听好了，我来告诉你足球的规则。足球比赛应有两队对抗，每队上场球员不可多于11人，包括守门员。在球出发以后，其他队员不得用手触及球，不得拉扯、冲撞、踢打对方球员。在规定时间90分钟内，进球多的一方获胜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哦，我明白。就是不能用手，要用脚踢的，所以才叫足球。对方输定了。啊，不好！我们双狼星可是以速度著称的传奇边锋，用狼的速度，无人能及。啊，这就开始了？可恶！你，耶！什么？好惊人的速度！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将球踢进门里。足球不是靠蛮力，是靠技术。什么？球在谁那？左边右边？结束了，宝子。你速度比老子慢多了。休想！将这个球踢进你的球门就可以，是吧？这该是我进攻了吧？
开学第一天还没训练，球场就这么热了。翟华龙赢了吗？开学第一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，翟华龙的初中生活会如何呢？